什么能够逃出我的蛛网？预言我们是不开的。由于上回解错了，花了我一 K， 所以我已经决定了，预言永远不再开。靠！一级让我学了个 E， 很是烦人呢。那小蜘蛛！怎么不帮我挡 Q 呢？那小蜘蛛！现在我又变强了。全军出击！我潜伏在每个阴翼之中。你还要打红啊？我可不去，我没有闪现。我可不管，你帮他打红，都得明年了，线儿不要了。我们线儿上的线儿不要了。你知道你帮他打这个红，扫个三个兵，我们永远会被人压。啊，我们永远会被人压。怎么的呢？点六十，一百，一百八，一下黑咬，他致命点炎，起飞降落。咬停 A 推 A 走了，我说停不打了，点一中推咬平 A 闪现走可以，这波 ADC 没跟了，可能一中推咬平 A 起飞降落接平 A 一换一，这波不亏。这个样子吧。我将为他们展示通向神圣的方式。你给我打他！他后边没有人，你给我打他！装什么逼也不知道。上线半管血没了，精神病似的。我们去打河蟹去，他蟹没人收，我们就给他收了去。我就不费蓝了，我就拿蜘蛛形态咬一咬吧。河蟹没人打。我生了，没想到吧。你是差点钱吗？还是怎么回事啊？啊！能等，但没法编辑，不能。推八万六，删了重发。呀，对面是什么打野？我先去查个眼儿的。不能啊，鱼八没法变。怎么的呢？这机器人儿，
我看看这机器人有多不怕死。咬他，起飞降落。金克斯一直没回家呢吧？推 A， 他这么不害怕？哎，你有这么不害怕我吗？点，点一一下，致命点燃起飞，给我 A 死他来。赚了，我还能再 A 20块钱，溜了，我再 A 20块钱，再见，变蜘蛛形态，撤，先来个法穿海，本身就没突变，好像没有，这法子本身就没突变。那金克斯一直没回家，怎么补兵还比人少呢？梦魇打蓝，把跳弹给他们打了。来来来，直接飞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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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你为什么不直接飞他呀？你有大啊！我抢你的人头！哎，你有大，为什么不飞他呀？为什么不飞呀？怎么不飞呢？不喜欢飞？闪现一打不溜，推咬，这 A 一下呀，对呀，炮车没补着，我看见了。补你一下，你要依我呀？那能让你依着吗？平 A， 回家不？回家吧，回家我没假窃魂卷了。再来个红宝石，机器人六了。我们好像可以随便干了，一 W 推咬，再咬再咬啊！致命点燃，起飞降落平 A， 咬推，
谢谢你们的八层美甲窃魂卷，推波小兵线。一打半溜推咬，跟我是没有用的。来推 A 打半溜一咬，咬死了小蜘蛛。哎，这 ADC 不太行啊！啊，他飞哪去了？你有虚区吗？赶紧给我推！一 W 溜没中，中 E 了可以杀。我们只是尝试。你拿呀！我像是那种拿野怪的人吗？打龙啊也可以，你们去中吧，我不去了。哎，我感觉可以杀个 ADC， 一 W 溜推咬起飞 ，nice。谢谢金克斯的火箭，一下呀跑了，完了，剑圣闪现抠我，那没办法，恐惧的，我打死他。我的美甲窃魂卷呢？谢谢如意至尊宝的66个星空卡，谢谢如意至尊宝，感谢感谢感谢啊！呀，我们家还有赛恩呢，我怎么不知道呢？来一炮，死的有点快呀，我来给你报仇吧。推一打半溜咬，赶紧推，要不然这塔皮一个也吃不着，十秒钟。剑圣挺膈应人呢。不是，你觉得你能打得过我吗？你是不是在开玩笑跟我俩？有至于这么多人吗？啊？我先来个沙漏的，算了，不出沙漏了，出什么沙漏？出个法穿。我来沙漏帮你赶开一波的杰斯啊！四层美甲窃魂卷我们要了。纠结着。
懦夫，你这个懦夫。四层美甲切魂卷，切中，全是针眼儿，哪这么多针眼儿？跟我是没用的，我有起飞。赶紧23层美甲切魂卷。注意点剑圣啊，小心剑圣。赶紧推。磨磨唧唧的。赶紧推就完了呗，他们还敢上啊？我看哪个人敢上？你干哈呢？我们不能轻易的把 E 给用了啊！把 E 给用了，那剑圣就得上来了。不是怎么死的？那梦魇怎么被剑圣砍死了？我起飞没关系，我溜了，小蜘蛛还帮我咬死一个，回家了。他们就是太想杀我了，你知道吧、太想杀我们了，以导致死了这么多的人。我来个钉，剑圣马上往蓝这个地方走，我们把剑圣杀了。来吧，剑圣，我在这儿等着你回来。剑圣怎么没来呢？奇怪呀、恐惧到了吗？呸！直接把塔拔了吧，我这有小蜘蛛。剑圣来的咋这么慢呢？剑圣肯定是做心理斗争了。他在想他到底是来还是不来，他想了挺长时间，我说实话。这到底是怎么勾着我的，真是很奇怪、哎，这个勾能勾得着我？限距离那就没办法了，我太胖了，我还胖啊，我才150，我在三亚的时候看了一个视频，那个视频是什么呢？有一个女孩，她的血是粉色的，说她血脂太高，有糖尿病，然后糖尿病的表现是什么呢？就是体重不增长，老想喝水。我现在就老感觉这个看出心理阴影了，我的体重不增长是不是有点问题？
肚子里有条虫吧？不是虫。真飞呀！咬，一打半溜，推，给火箭呢？我一天呢也没收个火箭，没别的意思啊。咬，推，呀，推错了。起飞，降落，咬，丢。一打不的闪现，先插个眼儿，我才发现我们家还有个吸血鬼呢。一打半溜，